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民国》第一集。我们现在来到的第一站是位于岐阜县的会纳峡，它是一座县立的公园。然后呢，这是由以前一个人就是把那个河川阻断后，然后这边来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这边会有一连串的那个河，这样子就是延伸下去。然后刚刚有搭船，就是沿途上就是风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然后旁边就有岩石，然后例如说这个，它就会取一个名字，可是我有点忘了。哦，对，左边那个好像叫狮子岩，然后右边那个我忘了叫什么，反正就是它岩石就会长得有点像什么，它就会叫什么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刚本地买的，那个控得石，就是玉叔叔的意思。然后就是奶油玉米，我现在在那边吃给大家看，因为导游说这个很好吃。哦。大家看这个光泽，不简单不简单，来自日本道道地地的玉米，而且还没洗，我就要直接吃了。好，我来试吃哦。哦，超甜，超好吃，因为你看。那个齿痕咬下去这边，它是戳下去，它是会有水的那一种，你知道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它味道其实可能跟真的不会讲，反正这种玉米在台湾是100%吃不到的那一种。它吃下去的时候很鲜甜，然后非常的 juicy， 不错不错。大家日后如果来的话，记得来这边吃这个水果玉米，水果玉米。你直接拔开直接吃就好，根本不用洗，非常的赞。好，第一集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